上药的时候，我又确认了一下，真的是金子。所以我说，你别信那个什么骡子的，他帮那个红汉人，就是想等那个红汉人死了之后，分了他的金子。谁？我。那你娶了我？这跟你成亲那怎么可能呢？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侮辱我？啊！哎，我上天就是我。哎，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可我就是愿意，那也不行啊！我家里有那没过门的婆娘呢。啊？你没拜堂，你算哪门的媳妇儿啊？你不是媳妇，你就住人家里头，你害臊不害臊啊？你说什么呢？霸山人都知道，我迟早是骡子的媳妇儿。我答应你啊，把你给送回去，那就一定能做到。你还不信我？信。我的路啊，就到这儿了。今后的路啊，你还得帮我走完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别站住！哎。哎呦！怎么的？老朋友了，装不认识啊？臭流氓！骡子。这什么呀？打不开。哎，有声。哎，要像你这么说，红雀也不是什么妖怪啊。当然不是了，你听他们胡说八道。红军呢，个个都是好人。这是他给我的工钱，这么多。厚道不？厚道不？快收起来吧。真是没想到你这次出门遇到这么多事儿，不过你也平安回来了，咱们也有钱了，咱们就赶紧成亲吧。你说什么？娶我呀？这是你说的？不行。怎么不行？老钟死了，人家那红军等着要这货呢，我得赶紧给人送过去。那东西呢？我没敢带进城来，藏在咱们原来小时候玩的那个后山了。哦，那你要给红军送去，红军在哪儿呢？不知道。所以呢，我就得赶快打听，打听完了赶快给人送去。现在没工夫干别的了。这么着急？嗯。你给他们送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师傅可说过啊，赶脚的家里家外不许问这个，这规矩啊。切，什么你都记不住。就我爹的话记得清楚。那当然了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何况他是我老丈人，我不记他的，记谁的？行了行了，既然你着急要出门，那就今天晚上成亲。啊？这是你说的？这是你说的？你不要八抬大轿了。不要。好，可是你说的八抬大轿不要了，我再整点饭去。
明天进了城啊，我赶紧打听红军的消息，顺便再置办点成亲的东西。明天就是出天大的事儿，也把婚事办了。谁啊？谁啊？来了！阿公，有事说事。我是来给你通风报信儿的。报什么信儿？你们家骡子让我给抓起来了。你把谁抓起来了？我怎么说你才明白呀？你们真抓错人了！少废话！替你坐牢，说吧，怎样放人？你说什么？怎样放人？你来求我了？你求人办事态度得好啊点，我耳朵不聋，不用跟我喊。怎样放人？别急，这小子呀，胆子太大了，不光是赤匪啊，他还冒充国军，穿国军的衣服，这我要把他往上面一交，那就是两罪并罚，那可就不是十块大洋。黑牙子不是匪，黑牙子是不是匪，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我说了算，我知道。怎样放人？看在咱们两个光屁股玩到大的份上，啊！一口价，你给我20块大洋，我立马放人。是个混蛋！你再骂我一个试试，你信不信我把你也绑了啊？你别闹了，你不知道那是黑牙子，你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就知道，黑牙子十多年前发大水那阵儿，不就死了吗？哎，我倒觉得他死了更好。哎，他死了，你一毛钱都不用花了。你信不信我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，别，人在里面呢啊！啊，放下。你死的没人埋的东西，你我给你拿钱去。别耍花样，人在我这呢。阿公，阿公，哎，怎么样，见到人没有？黑牙子，你看清楚了？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，错不了。黑牙子没死，那这些年他跑哪儿去了？先别问，咱们先救他要紧。王秃子
要拿下许成树。那有没有说怎么救啊？20块大洋。这么多？救黑鸭子要紧，等着我。骡子，我就这么多了，还差得远呢。就这些。哎，骡子，你不是还有块表吗？那个是不是能卖些钱出来？不行不行，那是老钟让我转给东家首长的，不能动。怎么不能动？黑牙子的命重要还是那块表重要？都重要，但是你爹说货比天大呀，不能动。骡子，行了，办法总会有，我就不信他王秃子无法无天啊。行不行啊？这钱都给你了，放人吧。不是说20块大洋吗？这怎么才5块呀？我哪儿来那么多钱呢？就这些，你放人吧。没有20块，你让我怎么放啊？王秃子，你这，你，哟呵，哟，行吧。哎呀，花姑真有好玩意儿啊！这是个老物件。值20块大洋，赶紧放人吧。可惜呀，还是不够啊。你不说20就放人吗？可我不是已经放了你吗？我又不是犯人，我要你放。你帮赤匪运东西，你说你是不是赤匪啊？一个赤匪20块，两个赤匪40块。你疯了吧你？我们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？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，花姑，要不你跟我呗？你说什么？你个王八蛋！这是我的乌纱帽，你跟他客气点。王八蛋！你再骂老子一个试试。王八蛋！你再骂老子一句，我就加10块大洋。妈呀！妈呀！哟，嘿，来，要打我是不是？打呀！啊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！就你这点本事，我就说过，你别落在我手里。啊！你想怎么着？你怎么着？哟呵，啊，这什么？这是？哎，还给我！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还给我！这个是不是你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？这个顶1块大洋，还差19块，你抓紧时间，要不然我就把人送走了。你把它还给我！我不还！还给我！我告诉你，啊，那上面有个东西值钱啊！真的，比这表值钱啊！就这个，我值你个狗脑袋！干什么？别打！别跑！别跑！哎，站住！别跑！干什么你？站住！别跑！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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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住！让开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住！住！站住！让开！哎，站！哎！
事吧？嗯，没事。这位大哥，谢谢你啊。你是？快点，快点，让开！快走，让开！快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给我抓住他！别动！别动！哎哎！你死了！你你跑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呀你？我说过，落到我王金发手里的东西，谁也甭想拿回来。哎呀，想抢是吧？哎，人呢？把这个赤匪给我抓回去。请问，你是谁？这位大哥犯了什么事儿？我是谁你不知道？姑娘，你听着，我是咱大田坝保安大队大队长王金发，奉命协助国军缉拿赤匪逃犯。这小子，就是王某人的战果。放屁！姑娘，你认识这小子？对，我认识。太好了，这么说，你就和这个臭骡子是同党。哎，抓起来！干什么？你死兔子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个死兔子，有什么冲我来？在这大田坝，老子说的话就是王法。我爱抓谁抓谁。我看你要跟我回趟保安队了，解释解释你跟那个臭骡子是什么关系。带走。好，走。把他们的枪都给我下了，谁敢乱动，格杀勿论。是。这位长官，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呀？我们是自己人，误会啊。谁跟你是自己人？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。这是第25军武承德将军，还不快跪下。丫头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又随便乱杀人啊？哼，他们敢欺负我闺女，就得死。我饶命啊！姑娘，你饶命啊！刚才用哪只手碰到我闺女？我哪只手都没有着，没有着！爹，够了，别再杀人了。不杀不杀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你。哎，我说丫头，我刚一离开，你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我们国际红十字会，哪有战争就应该出现在哪儿。行了行了，你那个什么会，我早就跟你说别干了。你们几个姑娘多危险，走，跟我回遵义。不行，我这儿还有好多伤员呢。你怎么又不听话呀，将军？嗯，马专员还等着呢。我这还有公事呢，没时间跟你磨。这样吧，这些伤员我派人给你照顾，行了吧？走，跟我走。爹，我不用你管，我哪儿都不去。姓张，哎，你留下照顾小姐，少一根头发，唯你是问。是。这孩子，拿来。是，什么？那位大哥的东西。啊啊啊！对对对。还有啊，没了。
请问这位大哥怎么称呼？骡子。骡子大哥，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们一命。谢谢你啊。这位骡子大哥是我的救命恩人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知道，知道。谢谢古大小姐不杀之恩，谢谢古大小姐不杀之恩呐。芷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哪里哪里啊，大师，那位小姐是？啊，这就是我的女儿古玉洁啊。古小姐，对啊，长这么大了。古小姐倒真是有仁爱之心啊。哎呀，他娘走得早，我把这孩子宠坏了。哎，我说马专员，这次你能回到咱们贵州这穷乡僻壤，往后还望马专员多多的指教。老师，您又在开我玩笑了。您是一方诸侯，我能指导什么呀？不过这次学生来倒是受了蒋先生的委托，不能不尽心尽力。请老师。明白。请。嗯。这回您可高兴了啊！您在天之灵看着，放心。是啊，旺伯，这应该是您最想看到的。他们兄弟两个终于团聚了，您在天上也可以安心了。哎，黑牙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爹在世的时候啊，为了你的事儿啊，快把我打死。天天念叨你，好容易回来了，给爹上个香。黑牙子，云中飞，江湖人称云中飞，记住了。骡子，你们兄弟俩那么多年没见了，肯定有好多话要说，你们两个慢慢聊，我去归置归置屋子啊。不是，你咋把名儿都改了呢？那可是爹起的。我没爹。从我掉水里那年，我就算死了。那个太阳一灿烂，鸟儿在歌唱。黑牙子，人，云中飞。啊，云中飞，云中飞。嗯，那你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？我俩快如风帆。哥问你话呢。我黑牙子去哪儿啊？撒泡尿。屋子我收拾好了，今天就让黑牙子住那屋。不行，你就住这儿吧。大礼还没成，这不合规矩吧？
那就今天晚上成呗。黑牙子刚回来，这不合适啊。怎么不合适啊？现在黑牙子也回来了，这不是好事成双，双喜临门吗？那我跟他商量商量。他没给爹上香啊？哟，快给爹赔个不是。 这月亮真亮啊！你跟花姑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不成婚啊？你不知道，咱爹呀，他走之前病得厉害，给他请郎中，吃药，花了好多钱呢。等他葬他的时候，我欠了一屁股债。 百日之内跟花姑没成两亲，一拖就是三年。一拖三年，你可真舍得。哎，是我没能耐，没出息，折腾这么多年，也没攒下个仨瓜俩枣的，又碰上这么一乱世道。这不是这趟我上来江西贩盐，我想。 多赚点儿，好歹也得给花姑盖间好房子呀。哎，兄弟啊，我知道你还记恨我，你恨的对。我当初没把你给捞起来，欠你的，我永远亏欠你的。可是我实在是来不及抓你，你别记恨哥，行不？ 哎，以前的事别提了，别提了。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这么多年，活得可美了。你当初要是不把他救起来的话，你不就没媳妇儿了吗？那咱们家不就绝后了吗？ 你这是不恨哥了是吧？哎，兄弟，好兄弟，今天晚上啊，我跟花姑就想把这亲成了，正好你在，给做个见证，咱兄弟俩好好喝两盅。我该走了。哎。
你上哪儿啊？去哪儿都行，反正这十几年我都这么过来了。你听哥的，这好不容易回来了，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！睡会儿。是是。起了，哎，哎，何故？嗯，你看，昨天这亲也没成了，还让你在小屋睡一宿。哎，我没什么，倒是你们两个大老爷们怎么起的？嗯，我怕他睡不好，在凳子上憋了一宿。嗯，没睡好吧？嗯，回头再睡会儿，走。哎，不用，我出去一趟。哎，你看着点他。千万别让他走啊！嗯，我知道。嗯，可我怎么觉得他有点怪怪的呀？哎，你想想，他在外头这么多年，那罪肯定没少受。有空你跟他聊聊，啊。嗯，那你这就走啊？啊。你小心一点。好。现在连王秃子都不敢惹咱，咱怕什么？啊，晚上我买点肉，咱做点好吃的。啊，嗯，你早点回来。哎。黑鸭子，你醒了，我给你做饭去。不用。哦，那我给你打洗脸水。用不着。人丢了之后，你不知道家里人有多着急。旺博曾经倾家荡产的去找你，可是没有你一点消息。他临走之前嘱咐骡子，一定要找到你。找到又怎么样？怎么了，黑鸭子？不舒服啊？找到又怎么样？你们还不是一样过好日子？我照样跟牲口一样。不是，骡子心里边一直想着你，你知道吗？他把咱们家大黑骡子都改了名叫黑牙子，天天黑牙子黑牙子的。跟别人都说那是他兄弟，我的娘还是牲口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。
我只是想跟你说，骡子天天想你，嘴上总挂着你，在外人眼里，骡子每天就会疯闹，天天乐呵呵的。可只有我知道，他心里边最过不去的那个坎儿，就是你。我知道，黑鸭子，这些年你在外边一定是吃了不少苦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你回来了，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。我12岁，被人扔在狼窝里，我跟狼只能活一个，所以我就和他咬。咬，你懂吗？你懂什么叫苦？你那同胞的兄弟，他为了一个女人，我们把他兄弟眼看着顺水飘走，管都不管。你说这个事儿能说完就完吗？啊？你说这话像是拿刀子在捅我的心。我真希望当年被水冲走的那个人是我。跟我来这套。我回来了，我要是不回来了，你们就洞房花烛夜了，没见你们有多难过呀。黑鸭子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补偿你？老顾，怎么了？干嘛一个人坐这儿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没事儿。黑鸭子有事儿。啊？他吃大烟。干什么？嗯，还想害我，害的不够，放了我。这东西是你的？是怎么样？你抽大烟？我抽了，抽了。唱罢那门书房。
成了。